友们，大家请看，我离开了德国亚琛的阿肯市中心，这是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是2点多，我讲，我来到了这个站牌下面，我的目标是法尔斯有4公里，看看周边的情况，一会儿呢我就顺着这条路往前面走，还有4公里。这个走过这条街右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湖，人工湖还是自然湖，反正是现在是已经是2023年11月16日了嘛，所以说是公园里那个它已经是冬天的景象了。你看还有很多路，大哥，我呢就拍一下，做个落脚，我吃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橘子，然后给我身体充点能量。我午饭刚才走的时候呢，路上吃了2片小鱼，自己烤的。好，我先关闭这个视频，我们一会儿见，再见。